被这个 dielectric 所产生的 potential。 好，那你要把它加起来，就把它加起来啊，是 partial， 然后 r 减 r prime 的三次方 dp dot r 减 r prime。那 dp 呢，我又知道我可以把 polarization 放进来，它叫做 polarization dv， 这 dv 就是你对 balance 的积分。 OK， 那我们现在已经说，因为我们这个 balance 呢都要用 plane 来表示了，所以你这边有 plane， 然后 dot r 减 r planeR 减 R prime 的三次方，那没问题吧？好，那到这里没问题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因为你要好看一点，把这边把它放到外面来 ，OK。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乘这个 dot 这个，然后这个。除上 r 减 r prime 的三次方，这一块啊，你会感觉它似曾相似，因为我说 gradient 的 r 减 r prime 分之一，你对 prime 微分哦，那它的结果就是。r 减 r prime 的三次方的 r 减 r prime， 所以我们就把它带进来。好，那一带进来以后的话，你看到我们的 potential v 就变成四趴一乘零 ，OK， 好，把它 p dot。gradient r 减 r prime 的绝对分 dv prime， 有没有问题？这有没有问题？到这里，那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希望把这个东西拆成我们看得懂的东西，因为这样子看不出它什么物理意义来。那要把它拆出来的时候呢，好，这是一个 beta， 这个也是一个 beta， 两个 dot， 所以基本上面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有一些这个啊，第一章里面把我们的向量，好，向量分析的部分把它拿出来，我们会发现说哦，有一些东西很像我们可以用的关系式，因为这是一个存量，向量 dot gradient 一个存量，就是向量 dot 一个 gradient 一个存量。换句话说，我们希望把这一个部分用它减它来取代，有没有问题？好，那你这样子的话就变成 v 是等于四派一乘零 ，OK， v prime。gradient prime r 减 r prime， 然后 p dv prime 减掉它减它，那这个是 r 减 r prime gradient p 啊 divergent p dv prime，
好，那这个呢？Divergence theory 告诉你说，你可以把它画成面积分，所以我们把它变成四派一雄零哦，四派一雄零，可以把它写。然后呢，它就等于 r 减 r prime 的 p dot 这个 balance 所包围的 surface。那这个 surface 的面积是什么方向？我们说 n prime d a。OK， 那 n prime 呢 ？d a 实际上就是 d a prime。那这个呢是一对 surface 积分，而且这个 surface 呢，因为你是包围这个 balance 的，所以你是一个 closing surface。那后面这一项再加上把它保留下来，四派一雄零 v prime， OK， r 减 r prime。然后负的 我们把它分成两项，那这两项的部分你们同学们看起来的话，四派一雄零分之一，这个是对 surface 积分，再加上一个四派一雄零分之一，这个是对 balance 积分。我们讲过，好，一个 distribution， 如果这个是一个 balance distribution， 那它的这边的 potential 是不是就派四派一雄零 r 减 r prime 的 density 的 dv prime？对不对？对不对？如果这是一个 surface 的话，那是不是就变成是四派一雄零 r 减 r prime 的这个 surface density d a prime？ 如果这是一个 surface， 对不对？那前面已经学过了嘛。那你现在你看呢、啊？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一个项当成是一个 balance 的 charge density， 那是不是跟这个很符合？我们把这一项当成是一个 balance 的 charge density。那这一项呢？这里少了一个向量。这一项呢，跟这一个，如果我把这一项当成是一个 surface charge density， 是不是这一是这个？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那既然你们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那我就可以这样子做了。我说，这个就是surface charge density dA， 再加上balance charge density， 唯一一件事情是什么？
这个 balance charge density 啊，是因为你 polarization 所产生的，我们就把它当我把它当成是 P， 因为 polarization 所产生的。那同样的，你的 surface charge density 也因为 polarization 所产生的。所以实际上，我在这里，我已经把这个东西啊，两个因为 polarization 的产生的定义出来，大 P dot N， 然后 rho v polarization 是负的 divergence P。换句话说，我们要计算的 potential，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个关系式。OK， 数学到这里有没有问题？问题不大，有没有问题？如果数学没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物理了哦。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哪里有问题？啊？哪里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怎样？哪里有问题？嗯？哪里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哪里？啊？这个是指下面，就是这一项啊。我们刚刚不是说，如果是一个surface charge的 charge density， 你在这一点的 potential 是不是四派？对啊，所以你看到了，你现在是对 the a plan 啊，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 surface charge density？ OK， 如果是一个 balance， 这个就是 balance charge density。哎，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有没有其他问题？到这里有没有问题？那那个动力基本为什么要接着？这个是数学过来的东西，我们接着要探讨物理了。OK， 封闭积分只不过是说，你这个是一个每一个 surface balance 的 surface， 你全部要集起来而已。对，好。好，那你现在基本上面啊，我们刚刚画的图呢不立体，现在我们把它画的更立体一点，那你就会看到，就是说如果
你现在你把这个这块介电子立体的来看待的时候，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也是一样啊，对不对？OK， 那这个意思代表什么意思？当时我们在讲这个 polarization 的时候，这每一个小小的都是这样，这个 polarization 都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小的 P。 那大的 P 呢？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讲说这个 surface 是什么，这是 surface， 这个 n plus 是 surface 的方向，对不对？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了这 polarization dot surface 的方向，好，我的 polarization 是这个方向 dot 这个面的 surface 方向，相当于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在这边有一个 surface charge density？ 因为对这个巴人来讲的话，你的波电场是这个方向穿透这个介电子，你的 polarization 是这个方向。好，那 polarization vector 是这个方向，这个 surface 来讲，它的 surface 的 vector n plus 是不是这个方向 ？P dot n 是不是正的？代表在这个面上面有 surface charge， 是干嘛？OK， 如果我现在把它直接就是这样子画出来，截面看起来的话，我是不是在这个面上面是不是正的 surface charge 分布在这个面上面？反过来，在这个面 ，n plus 是这个方向，对不对 ？n plus 是这个方向 ，p 是这个方向，所以它是什么 ？dot 以后是负值，负的 surface charge 在这个面上面。它其他几个面呢 ？n 是这个方向 ，n plus 是这个方向 ，p 是这个方向。它有没有 surface charge？ 没有。所以你现在你看到的，你这个是你的 polarization surface charge。OK， 这是负的，这是正值。有没有问题？换句话讲，我说我可以把我的东西就直接叫做 polarization surface charge density。 那这一项呢，就好像这是一个 surface charge density， 这也是一个 surface charge density，
在这个点上面所产生的什么 potential。产生的 potential， 换句话说，我这个直接就写叫做 VR。还有没有问题？啊，它是两个 surface charge 所产生的 potential。虽然你是什么，你是一个 collision surface 的积分，但是你刚刚已经看到了，对这个 collision surface 而言，在边这边、这边这四面的积分已经是什么？跟 polarization 是什么？垂直的，它没有了，只剩下这一面跟这一面有直而已。那这一面跟这一面有直，实际上就是沿着电场的方向。有没有问题？对象。好。那同样的道理，这项呢 ，ρP， 它是等于负的 divergent P， 它就是 polarization moment charge density。就好像是你这个 balloon 的 charge density 对它所产生的什么电场，反正整块的东西啊，你已经可以分成两部分了，一部分是这个 surface charge 对它所产生的电场，另外一个部分是整个的 balloon charge density 对它所产生的电场。那有没有 balloon charge density 呢？就端看你的 polarization 它是不是 uniform。 如果你的 polarization 是很均匀的，像现在这个样子的话，一块方方正正的，它的 polarization 是非常 constant 的话，那 dot 就等于零了，对不对？对不对？那 dot 等于零，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等于零。因为为什么你看到的是你每一个都是 polarized 的整体的效应，如果这是一个这么方方正正的，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些的 charge 啊，这个部分加起来全部是不是等于零？静电荷就是我们的 surface charge。如果现在你的 dipole moment 不是均匀的，你的 polarization 不是均匀，你还会有其他的向方向的时候，那你这里面就会有 balloon charge density 的产生，那你就要把这个静的电荷去计算它在这里所产生的 potential， 可以变成你要去算它，本来要一个的 dipole moment， 哒哒哒哒哒一直加起来。你现在整体去看它 ，OK， 我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的，一个就是它的 surface charge density 所产生的 potential， 一个就是它的 balloon 的 charge density 所产生的 potential。那如果 balloon charge density 你并是一完全 uniform 的polarization vector 的话，你就没有 charge density， 是 balloon charge density， 就是整体的效应，就是类似你是这个跟这个的两个 surface charge， 这样了解？到这边有没有问题？那这样看起来不是一个比较大的？是的，就是比较大的偶极矩。对。
但是这个偶极矩是一个我们刚刚已经讲是单位体积里面的 dipole moment， 我们的 P 的定义已经在之前已经定义了。你现在已经是单位体积了，OK， 这是我们原先定义 dipole moment 就这样定义的，单位体积里面有多少的偶极矩的部分，那这个偶极矩的部分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但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哦， polarization 如果是 uniform 这一项才没有，不 uniform 的话它还是会有rho p 哦， OK。 那同学会问说那到底这边有多少，那其实你去算一下你就可以知道啊，你 p dot n 这个呢， OK， 这是相当于什么，每一个 charge 的 q， 我说这里有多少的 delta q 呢，啊这边是负的 delta q， 啊这个 delta q 啊其实就可以从 surface charge density 算出来，你就是直接这个 delta Q 实际上就是等于 N 乘上 Q D dot N 然后乘以 delta S，因为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单位的体积有多少的这个 molecule 啊等等的， OK， 那这个呢是它的 dipole moment 的大小，然后到 dot n plus 然后乘上你的 surface， 就是它实际上这一块除以 ds 就是你的 dipole moment， OK，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哦，我应该直接写这样而已，就是你的 sigma， 这是你的 p， 就是这里， OK， 因为这个除过来就是你的 sigma。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面有这么多的 charge， 那这面是负的 delta Q， 好，那换句话讲说，如果你要去算你的 total charge 是等于多少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我说这里面的 total charge 有多少，然后乘上你的 surface 的部分，也就是如果我们把它这边把它这是 dA plus， OK， 那这个我们再用 divergence theory 把它换算下来，这就是 divergence 的 P dv， 那 divergence 的 p 是等于多少，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个的定义就是 rho p， 负的 dv。 换句话说，你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这个 total charge 啊里面有多少 total charge， 就是你的 volume charge density
然后，哎，对不起哈、哦，啊我这样讲好了，这边少了一个负号，我说里面有多少的 charge 在里面呢？这边已经有正 Q 了，对不对？那你剩下来的负的，你把它除这边负的，那就是正的。那正的部分就是代表什么？正的就是你这里，如果我们一块的 charge density， 你把它切一下，把它拿出来看，这边的 surface charge 有这么多了，那剩下多少的 charge 在这边呢？那剩下来的 charge 就是我们要这样子算呢、啊，因为要维持电中性的情况之下，你把这个 charge 抽出来以后，这剩下来的是不是就是它的负号？ OK， 所以在这里面有多少的 total charge 在这里呢？那我们计算一下，我们就发现说，哦，这里剩下来的 total charge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的 volume charge density 乘上 dV prime。 OK， 所以你非常清楚的知道我这一块的东西啊，我这边是正，这边是负，那我去把这一个部分把它算一下，是 Q total， 那 Q total 就等于说啥？就是我们这边的 surface charge dV prime， 去把它积起来，只是你的 dV prime 是积这一个体积而已，那你同样的这一块也一样啊，可以积这个体积而已的，那积出来的话就是等于你 total 加起来 V1 V2 就是 total 的 V。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一块的整体效应，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两个 surface charge 加上这一个的 balanceCharge density 所产生的效应，那 surface charge 所对应产生的 potential 就是这一项表示的， balance charge 所对应产生的 potential 就是这一项产生。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到这里。啊？有没有问题？那你要问说，到底它全部的 charge 是多少？我告诉你是零，因为这一个大小就跟这个大小是什么负号 ？OK， 因为我们 total charge 是负的这一块的值。summation 的 Q。是对，有问题请提出来。OK， 这个是对。还有没有问题？到这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假设这边你到这里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要去改写我的高斯定理咯。高斯定理告诉我的是什么？高斯定理是说E.ds
是等于一小零分之 Q， 这个 Q 是不是 total 的 Q， 对不对？这个 total 的 Q 是哪个 Q？ 是这个 surface， 这个 surface 是这个 collision surface， 也就是你这个高斯面里面所包围的 total 的 charge。那对于我们现在我们的介电子来讲的话，你会发现我要做一个高斯面，坐在这里的时候，在这个高斯面所包围的 Q 是这里面也有 Q 哦，你要记住 OK。 所以你现在的 total 的 Q 啊， Q total 的值，你不止要计算你所谓 free charge， 我不知道这里面还有没有 free charge， 在这的高斯面里面，我 假设好了，我说我把它这个高斯面做了很大很大，那这里面有 free charge 在这里 OK。那你在高斯面里面，你要把 free charge 算进去，另外要算的一个部分就是你的 polarization charge。 那所谓的 polarization charge 就是因为你在这个电场里面被极化以后的 charge， 你都要包进来，都要包进来，包在高斯面里面。而这个 polarization charge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积分的形式。好，微分的形式呢，自然而然你就会把微分的形式呢，本来你没有去考量这个介电子的时候，这个是 free charge，那现在你有一个等效电荷进来了，你必须要把这个 free charge 算完以后，你还要把你的 polarization charge 放进来，这个是 polarization charge。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polarization charge 部分要放进来，所以我们高斯定理，我现在有介电子的时候，OK，那你就必须把这一项加进来。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所以每位同学回去记得把这一段复习一下，因为你如果不复习的时候，下一堂课就从这里出发，我必须要再定义更进一步的东西，你就会不傻傻的 OK。